警报响起，高雄大爱幼儿园小朋友随即戴上防灾帽。要先躲在桌子，抓住桌架，如果又有余震就要趴架。防震的重点有三个，就是要趴下，然后掩护稳住，在这样子的练习中就可以居安思危。大家依避难方向疏散，记得不语不跑不推。小朋友在老师的引导下有秩序的往外疏散，连小班小朋友也不例外。好，很棒哦，大家走，跟着走，眼睛看前面的，注意安全哦。很棒，他们今天都有冷静的、安静的、勇敢的蹲下来。透过防灾演练，小朋友更懂得保护自己，防灾观念从小扎根。大爱新闻学林陈立伟、陈雅萍高雄报道。